也是哈、哦，有志向的话，有一天的话，我们都会走出困难的。陷入了苦境，这不只是身体经济问题，最重要就是心灵。所以慈济人接案的啦，开始陪伴抚慰，这一陪伴抚慰路很长，他们耐心爱心去陪伴他，打开心门，这也是心理师，也是复健师不断陪伴的，所以很不简单，这就是菩萨，人间菩萨。我也是大家帮我的，所以现在一块钱不是很多一天了，所以我也想帮一下别人。拿这一块钱，我也不知道我这一块钱拿到了帮到了谁，或许是帮回了我自己。还有能够看赚钱，我一定会回馈帮助过。2017年湖南就是宁乡县嘛，发了一场大水，然后就有很多慈济的师姑师伯们来到我家来赈灾，然后帮助了我的爸爸，帮助了我，然后也因此我认识了他们，跟他们结下了很深厚的友谊。你们也感动了我，也感动了我。没事啊，困难都是暂时的，好不好？在这之前，我从来没有拥抱过我爸爸。为了避免跟他发生一些矛盾之类的，就会刻意的躲避跟他去沟通啊、交流之类的。其实现在觉得的话，还是有些话还是要说出来好一些。这种情牵父女情，都是要结有情菩萨去引导付出。要说用什么心理医师去辅导，很难的啦。心理医师要化身为菩萨，菩萨要达到了心灵抚慰的功能，所以可以让他们父女呢这样的贴近天下慈济人，行菩萨道。不也都是用天下父母心吗？我们在疼惜长辈，不也都是天下子女情吗？这种天下一家亲啊，就是菩萨。我们要转世成为智，真的智慧永恒呐、啊！把我们的习惯养成了呢。助人为快乐。